在本来的停单没做得，我们又在跳钱。还有我所有被付的信用存贷款，伊都拢爱停收没好势。明仔停单，就到本你台讲。做得，像我这样讲停。低价，这是我们台湾茶在国际市场上唯一的竞争优势。偏偏茶又是外汇，若是没有底价的定定，部长手中的这杯绿茶会更难喝。所以我们必须设立联合出口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吃得下北非国家级的订单。为了茶叶政策更明确，政府管理更方便，我们必须设立台湾绿茶联合小组。哎，你找到了？对呀。则称日光公司与国华公司成立台湾绿茶联合小组。工作大呀，在开的有龙尊生个八百市场啊！不可以这样，那我们几个喝西北风嘛、啊？一样讲。两下两句听出来做的了，你讲某问题像什么？昨日啊，总个生产数量今年推翻绿茶出口就会超过封茶嘞。茶福字名啊，短期唔系公告诶，出口量差不多来准到差金市场水准咧。你阿多爱干车国发公司的天收，